先打开机厅开关啊，按镜头方向去旋转，打开，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扳到一啊，然后点击进入啊，能看到啊，它是使的不是正好摆吗？点击正好摆，现在就可以操作了，点击启动。调节输送带快慢啊，在配电箱里边，打开配电箱，啊，看变频器啊，变频器有数值，数值越大，啊，输送带的转速越高，啊，都可以随意去调整，啊，数值越小，它输送带转的越慢啊。